你电话好了，那个帮我改一下。 我对好了，我是新军的。我发咗梦啊，望住咩嚟啊？好似望见你啊。好像。睇唔清楚呢个面，好似系，又唔似系。全梦吗？ 可能啩，都唔算系。咩意思啊？梦见我哋去开房，你咩都唔知。我哋咁靓，修腿毛。啊？腿毛啊！你系要帮我修腿毛？你望得对吗？ 那来对吗？冇啊，但系梦呢度有，而且生嘅好多好明。唔食饭啲，梦到你不舒服。你今日又出去拍咗？对。 呢个鞋呢？冇去摸。瞓觉咩？那个晓得。个鞋会唔会发咗毛啊？不肥吧，不肥比较好。你将佢整出嚟啊，我想睇下。 真啲就系咁噶嘛？点解又系呢？冇啦。点解要养鞋？养猫唔好咩？猫就好好嘛。猫好得意噶。万物有灵，之所以蝎子系公鸭啊。个鞋唔会可能响咩？蝎子有蝎子的好，猫有猫的好。 蝎子安全，孵不大小，猫一你撸猫还不好展示，比蝎子麻烦多了。乱讲，我想死人。多给点来吧，我顺便问不了两张，找下手干。 今日去拍咩啊？搿排都会烦得情侣。边度烦啊？人唔好吗？仲系好丑啊？人不丑，也不烦，只是一个黑，一个黑白。咁有咩好烦噶？说说来打，曝光对准一个就赶不进另一个。咩意思啊？就算把男的抱紧走了，女的脸就被过曝。 女的抱紧走了，男的就变成死黑。咁冇咩好办法了吗？也不是冇得办法，到时再干吧。反正就需要一个好的摄影师啦。咁佢哋平时影相点算啊？不晓得，有一个是干不进的。
其实咁样都好好啊。我在哪里啊？都唔算好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嘢，其实佢本身都唔可以对倾噶嘛。要不传播个德军吧，反正他的微博两张照片嘛。再问我是啊，问住我了，没听到。唐南向啊。不是明天回来吗？能几点的回家？我到时候给见呢。我晚上要多加个饭，还没煮饭，下午再割吧。老鸭子，你到时候来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哎呦，就这样了。好。